天光好。好。我们是初恋怎么唱？初那个台语怎么讲？初恋哈。初恋。初恋有团要团啊，因为二重唱高怎么讲？哈。李永清。对啊，李永清嘛。哈哈哈。台语腔吗？我认证的哦。初恋李中强。对对对。啊，我是初恋二重唱的沙浪。对，我是浩群。那对，那刚刚那个群芳嘛，我刚刚替换位置了。哎，他是我们的好朋友。对，就是，其实他是沙浪的朋友。过去我不认识他，结果认识之后哦，发现我们两个有跟我们三个，等一下还有他，等一下慢慢介绍。群芳跟我还有他有两个共同点。对，一个都是姓林，然后第二个就是，都是台湾族，那对学芳，对，然后再来介绍我这个右手边的，为什么我们两个都姓林，然后也第二个是也姓浩哦，就哎，这个就很明显的，我们是兄弟，那一个是哥哥，哪一个是弟弟？你们觉得那个是哥，那个是弟弟？讲话的哥哥，敲啊！我们那么老吗？但是你别放嘞，放嘞这样。最近三夜班嘛，你比较憔悴一点了，不好意思。我的哥哥，他那个光比较强，所以我看着比较白。没有。我可能长得比较高了哦。OK， 那是我们家族，我是我们那个五个人最高的呢，已经不简单了。好啦，对，就是好，介绍完了哈。好，我们先还有吗？我们先唱歌吧。我们先唱歌，听一下我们的声音嘛。虽然我们状况都不是很好，但是希望你们不要介意哈，不要介意。再来第一首歌是我们自己的创作吧，他说。曾经一眼同时间，我又想起你说的永远，那些永远的誓言，让我相信你的欺骗。
你的愿望，你却没想要躲，望着失去疲惫休息的港口，眼泪闪亮。在第一天，同时间我又想起你说的永远，那些永远，那些让我相信你的欺骗谎言。因你的愿望，你却没想要躲，我只是你疲惫休息的港口。在热情心头。今天晚上祝你和春香带给你一个快乐，这首歌的这个乐队其实没有的好不好，因为你们带来这首我们自己的创作。他说希望你们可以喜欢，如果喜欢请拍个手好不好，拍个手吧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，谢谢大家的配合。只是一个拍子，然后哈，因为想说这个时候应该少一点把的声音，哎呀，这样，对，这个是他说哈，不是 JJ 林俊杰的他说，是初一儿童唱的他说哈，也是吕布的了，哦，这个故事，来，这个故事哈，其实它也没有什么故事了，因为我其实我以前是一个很爱幻想的人啊。真的是，我妈妈在那边可以跟她见证一下。我想哎，幻想这样啊，这样很简单的事情，我都可以想得很复杂。就是搞不好人家在喝咖啡，在喂狗，然后说啊，我应该想这个人现在是怎么样，为什么要喂这个狗，他心情是怎么样，自己幻想。这首歌也是幻想出来的，我还记得那个时候在星巴克，有台北人吗？这里有台北人吗？有没有台北人？大家知道那叫什么？大平林站吗？我以前是那边有一个学校的学生，然后那边一个大平林出来就有一个那个星巴克，我以前常常在那边，对，因为我常常在那边发型。啊哈哈！对，这首歌是发写自己写出来的歌，对，他说。我们要讲一下那个我们的经历，我们的历史，好不好？也是可以啦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对啊，其实我们初一儿童唱，我们两个人啊，其实不是从小就认识的，是在铁花村才真正认识的。对，就是音乐的关系才认识彼此。然后我们这个组这个团啊，这个团长音乐队，就是已经一年多了。成绩啊，没有大好，没有大坏了哦，不过61分了，对。是来这里过中那个吗？可以来，对，通过了啦，通过了，差不多孩子都满月了哦。对啦，已经超过十，差点要飞到，已经死胎了。对啊，是瘦胖就对了。来，你拿开啊。我不要了，不然我怎么当吉他手？对，就是我们的历史对，然后对，就是从小，我是从小在台东的，然后傻浪是小时候就去台北的，然后回来台东的，就是音乐的关系的认识，然后我们现在那个有离开这个家乡，两个月。快三个月了，对，那么在台中，哎，我现在在台中工作嘛，年轻人拼一爽一爽，对不对？看一下这外面的风景，是不是？这个景气啊，是不是我可以就？如果好的话，就是往上嘛，往台北继续吧。再好一点的话，可能就去对岸了嘛。哎，没有了，我要去美国。开玩笑的，好了，就是对，一样唱我们的歌，
它就是接下来这首歌呢，叫做《重来爱一摆》哦。我讲对了哦，重来爱一遍，讲对哦，啊，重重来爱一摆，哦 ，Thank you， 我马上纠正你了，谢谢谢谢，感谢纠正了，我真的是真的是台语真的是太弱了。其实这首歌它本来是个抒情歌，然后也是我写的，然后这个歌是因为就是在看一个偶像剧。然后我非常的有感触，我记得那时候我看这个偶像剧的时候，我跟我姐夫一起看的，对，因为他很喜欢罗志祥，对，但是蛮好笑的一个人哦，一直幻想自己是唱跳歌手，OK， 那姐姐就唱歌，对，这首歌。因为有一段让我非常有感触，我就把它写下来。对，这样子，一段感情，就算爱得多深，还是要面对现实。对，也是因为这样子，也启发了我想写这首歌的欲望。对，这个叫重来与顶来爱几代耶。哦，水哦。出现在我俩中间。
记这首歌哦，有点算了，第一次这样表演这首歌。我们听这首歌是慢歌，是整首是慢歌的，然后就是那种就不知道什么一直想要朝那个乐团的方式去做这首歌，然后就变来变去变成这样子了，这也是他的想法了。鬼点子，但鬼点子很多。没有啦，这不算鬼点子了，这是一个尝试，就是尝试。好了好了，那就是这首歌哦，完毕之后，凶猛的来，凶猛的来了，也不是很凶猛啦，就是那个感情比较凶猛而已。接下来这首歌就是会比较 down， 就是比较低沉低落的一个概念哦，叫做大不相同。这首歌呢，我帮你解释了哈，就是怎么说呢，就是一对就是从小长到大的一个青梅竹马，然后呢就是长大之后到最后还是没办法在一起，简简单单的解说了哈，就到这边可以吗？这样你说我看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哦，有这边有身边就是有从小到大一起玩到大的青梅竹马吗？有吗？没有算了，我看今天都是情侣了，还是不要这样子参加。对啊，我现在生气了，生气你什么，你有情侣我怎么都不知道，没有青梅竹马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没有啦，那就是都是小时候了，长大之后才恍然大悟了哈。这首歌叫做《大不相同》。现在是外面下着雨哦，还蛮气氛加的了哦。Thank you.
痛，说清楚我的感受。